吹醒我的梦想，张开天翼去翱翔。黄金火焰熊熊燃烧，爆发新能量。浩瀚宇宙闪耀极地，金盾夜间咕噜山。青蓝冰山万箭呼航，风雨不阻挡。能放御可攻击，舞动的战略要平衡又持久，智慧的考验。是军营地的陀螺呀砰砰砰，掀起滚滚的飓风，瞬间晃动战况澎湃汹涌，征求地球而出动。蓄势待发的精灵呀冲冲冲，争夺高分激动冲冲。你的梦我的梦是心哪怕伤痛。地球上的人类将天空和大海，甚至自己所住的陆地都污染了。大海被随意排放的污水所污染，天空被工厂冒出的黑烟所笼罩。在宇宙中存在着巨大的陀螺塔，他们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基地。这种巨塔穿过天空，刺穿大地，刮起一阵阵狂风，地球表地被摧毁，在大海上掀起大浪。随着陀螺塔的降临，地球的文明全部被摧毁。幸存的人们在这座被称为飓风巨塔的下面开始了艰辛的生活。陀螺塔赐予人类一种神秘的力量，那就是由战神盖、战神环、攻击环、中轴、陀尖组成的战斗陀螺。人类对陀螺的多样化组装叹为观止，并崇尚着各种高超的陀螺技术。技术强劲的陀螺手们赋予了陀螺生命力，其精灵可以爆发出无可限量的潜能。疾风的战斗陀螺。前面就是目的地了，爷爷，我找到地方了。终于到了，欢迎来到风轮镇。你是流浪的陀螺手吧？你想踏入我们的小镇，必须先和我决斗。决斗？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在这个镇上，只要说到决斗，那当然是用这个了。我叫徐顺，是这里最厉害的陀螺手。要是你输了，你的陀螺就归我了。哎，等一下，我为什么要和你决斗？我只是想要参加这里的陀螺手大赛而已。废话少说，先让你知道我们的厉害。大家一起上，嘿，准备发射。要决斗也行，不过不要忘了这个。我的装备箱。要装上了。既然要决斗，那就使用专用的陀螺比赛盘，
根据正式的比赛规则，堂堂正正的比一场。啊，这是什么呀？看着吧，我会告诉你们什么才是真正的陀螺战斗。靠你了，烈风天翼！我们不会输的。嘿，发射！无论你玩陀螺的技术多么精湛，但是你单枪匹马绝对不是我们的对手。从你让陀螺落在陀螺盘上这一刻起，就只有死路一条。嗨，龙卷风！是啊，烈风天翼，是龙卷风。你不是一般的陀螺手。我叫叶风，为了和我的搭档成为世界一流的陀螺手而周游世界。原来，请多多指教。决斗完毕。我们愿赌服输，这些陀螺归你了，拿走吧。喂，啊，拿着。啊，这你。陀螺是陀螺手的灵魂，我怎么可以夺走你们的灵魂？谢谢你。其实我们知道这样围攻你不对，你真的很厉害，求求你帮帮我们吧，帮帮我们吧。到底怎么回事？听说了吧？哦，太好了！别了，到，到，没见过。啊，这就是风轮阵了。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你，你是第一次来这里吧？你是从乡下来的吧？这里每年都会举办一次陀螺大赛，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齐聚一堂，一较高低。大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所以游客和流浪陀螺手纷纷从世界各地赶来。哦，原来是这样。叶枫，跟我来，这边。就是这里了，进去吧。抢走你们积分的家伙在哪里？开始了，谁赢了？我就知道了。啊，在那里，他正在那里比赛，就是那个穿得妖里妖气的家伙。哦，什么？积分来了？严先生，饶了我吧！你是陀螺手，也知道战神盖上的积分是我们陀螺手生存下去的命根。要多少钱我都给你，你看。废话少说。钱？这种无聊的东西也配和陀螺战神盖上的积分相提并论吗？知道吗？在这个以陀螺决定一切的世界上，只有拿到比别人更多的积分，才能享受世人的讴歌。可恶！徐顺，那个姓严的家伙为什么要拼命收集积分啊？这还用问吗？当然是为了参加陀螺手大赛呀。只有获得足够积分的人才有资格参加陀螺手大赛，如果荣获一次冠军，就可以成为镇上的首席富豪。什么？你说积分？参加陀螺手大赛需要积分吗？你竟然不知道？教我玩陀螺的那个老爷爷没告诉我这些。你实力这么强，居然连这个都不知道。这个人真奇怪。他们没有夸奖你，真是一个土包子。我来告诉你吧，陀螺中的战神盖不仅仅是一个陀螺的代表图案，
而且里面还装有非常精密的电脑芯片。我们陀螺手每赢得一场比赛，电脑芯片就会记录下相应积分，拿到8000积分的人才有资格参加陀螺大赛。原来是这样。所以每年临近大赛的时候，总有像他那样的坏蛋强迫我们小孩子和他比赛，蛮不讲理地夺走我们的陀螺积分，轻轻松松地积累到8000分。谁在那边大放厥词当我耳聋吗？你们不就是前几天被我打得落花流水的那群小屁孩吗？怎么样，最近还好吗？少啰嗦，快把积分还给我们。好大的口气，总有一天你会倒霉的。不过今天我心情好，暂且放你们一马。你知道吗，刚才那个大叔的积分有900分呢，你们这帮小屁孩就那么一丁点积分，跟垃圾差不多，一点用都没有。垃圾？你说我们的积分是垃圾？陀螺是我们陀螺手最重要的伙伴，陀螺手比赛是要公平公正，像你这样强迫别人比赛而夺取积分的人绝对不能饶恕。喂，那边的人，麻烦你把抢走的所有积分还给他们，听见没？你是谁？怎么没见过你？你是流浪陀螺手吧？无知真可怕，就让我来让你吃点教训吧，我可是很强的。那就决斗吧。要是我赢了，你要将拿到的所有积分物归原主。好奇怪的陀螺，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它底部的陀尖是什么呢？值得收藏。严先生，这样的小鬼根本就不值得你亲自出马，怎么说你也是未来的冠军啊。没错，那就交给你吧，人言。好，交给我吧。走开，这场比赛与你无关。那可未必，我叫人言。我的工作就是不让你这种狂妄无知的无名小卒接近实力高强的严先生。接招吧，拉克！原来我们的陀螺都是攻击型的，不过你现在只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哇！冲啊，黄金火焰！之前就听老爷爷说过，攻击型陀螺中有的是做回旋的，这就是你的陀螺黄金火焰吧？接下来就是力量的较量了。黄金火焰，上啊，撞飞他！哼，我的烈风天翼怎么可能被你撞飞？决一胜负吧！可恶，原来你的实力也不弱嘛！喂，对面的小子，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叶风，请多多指教。叶枫，你的陀螺是从哪里来的？老爷爷给我的。老爷爷？管他是谁呢，一旦我的黄金火焰发动攻击，你的陀螺最后只能化为乌有。要是我赢了的话，你想怎么样？你的陀螺多少钱可以卖给我？这个陀螺是我的灵魂，灵魂是无法用金钱购买。你还真是死脑筋啊。我周游世界的目的就是收集世界各地的珍贵陀螺，如果你不喜欢钱的话，那我就用我的收藏品跟你交换，怎么样？攻击、防御、持久型的应有尽有。不行不行不行，我的搭档只有一个，就是我的烈风天翼。那是什么？这家伙难道是
下糟了，我好像低估了这小子的实力，这样下去的话只有出招了。爆裂狂刀，陀螺的气势很强，只有一流陀螺手才有这样的气势。看来不仅他的陀螺是宝贝，就连他自己也是稀世珍宝。嗯，叶枫，看好了，接下来我要使出我的精灵力量了。精灵力量？不行不行，老爷爷说只有在真正的比赛中才能使用精灵力量，反对无效。看我的精灵力量吧！住手！切！小鬼。没想到你差点让人言使出精灵力量，看来你的确有几分能耐，真是令我刮目相看。好吧，我把积分还给他们。哦，我已经亲手把积分还给他们了。怎么突然像变了个人似的？怎么样，这下我们不是敌人了吧？这，严先生，给我闭嘴！啊，你的目的也是参加陀螺手大赛吧？既然我们目标一致，不如索性化敌为友，我收你做我的部下，这样不是更好吗？切，叶枫。不行。你说什么？你没听到吗？我不会做你的部下的。太过分了，我这么低声下气的请求你，对你这个乡巴佬来说已经是一种荣幸了，你竟然拒绝我，真是太过分了，你这个臭小子。哼，没错，你的确归还了徐顺他们的积分，但这只是装装样子而已，你根本就不真诚。真诚？真诚是什么？我完全不懂。哎，为了拿到积分成为冠军，你不惜抢走别人的积分，我叶枫不会上当让你得逞的。过分呢、啊！我为了参加陀螺手大赛付出了那么多，你居然说我不真诚，废话少说。决斗吧！以你的实力，战神盖的积分不会让我失望吧？发射！嗨，发射！尽管风马过来，从刚才你和人言的比赛中，我就知道你的陀螺是攻击型的，我的陀螺是防御型的。虽然不够你的灵活，但你的攻击不但消耗大，而且对我一点威胁也没有。啊，那个人看破这点，才向叶枫发出挑战的。真卑鄙！我也深有同感。这个嘛，当然不能怪我了。正所谓兵不厌诈，你们以前和我比赛过，早就知道我的陀螺是防御型的。既然知道却不告诉他，那就是你们的问题了。要怪就怪你们自己吧。比赛结束，什么？上吧，烈风天翼！为什么你的陀螺没有被弹出去？小鬼，你究竟做了些什么？我的烈风天翼的战神盖中寄宿的是风精灵。精灵？原来是风，强风可以摧毁万物。也可以温柔抚摸你的脸庞，伴你入睡。难道你的陀螺是我防御型陀螺的天敌，持久型？这是怎么回事？我的防御型陀螺因为太重而慢慢失去了旋转力。不可能，
刚才和我比赛时，他的陀螺明明是攻击型的，什么时候变成持久型了？烈风天翼，永恒之旋。那是赤精灵。这是我和我的搭档精灵的力量。我明白了。什么？叶枫，你让我看到了你陀螺的精灵力量，我也让你见识一下我的精灵力量，决一胜负吧。